頭先嘅項目熱下身嘅啫，今次呢個勁啊，叫做閃閃避避我最強啊！我哋邀請咗一隊專業嘅閃避球運動員同佢哋一齊嚟玩，佢哋就係香港閃避球代表隊，曾經咧參加過世界閃避球錦標賽，喺對上2019年嗰一場咧，更加喺80個國家入邊咧排名第5啊！哇，咁好勁喎！仲等咩啊？開波啦！開波啦！一場閃避球比賽就咁開始咗，正所謂敵不動我不動，雙方都喺互相試探嘅階段，而掟出嚟嘅波就哇好有用喎，至少你啲啊唔夠力啊！終於進攻啦 ，Brian 係 Brian 以一個假動作掟波，不過又遇呢下又俾得幾好喎。喂，你哋幫手掟先得㗎，你淨係喺度幫緊你，幫緊你。Dixon 好緊張咁，不停發動攻勢，究竟呢一球攻擊成唔成功咧 ？First blood， 每晚速戰速決，海洛經技場，今晚11點 ，Feel TV。